请各位注意，做台宝贝贵族，家门堂中人都没关系，一切平安顺心。囡啊，认真个啦，今日讲用海鱼台北，你能讲海无？你讲啊，你讲，你讲起来怎啊？邓平啊！你礼拜离开，唔要再转来。无可能，根本可能无交代，要去翻去再见。今天无可能离开，更加无可能离开阿母卡。既然安尼，你怎么没了解？桂芬去做嘛？要安尼做？其实迄件唔本其做，其实无同过。妈，其实遐尼爽在桂芬子的，遐唔比做其的。桂芬啊，我妈个总是伊唔来讲啦。不管几分心内，用福气还能继续下去。就安尼，他家去做事，莫浪费时间到几分的身上。你同我讲，既然现在。你同我讲系无？你只搞得钱啦？德平哥，德平哥，桂芬，我是也安弄干涉啦。怎么你呀？这里是爱心闪吗？会不会太贵了一点？泪雨不停歇，是因为思念的沉重，还是不能遗忘的痛楚？白，白一切，有一只好。
家乡三年，伊用这一生一世时间，一千个传说中的故事，伊爬过最高的山，舔过最深的太海，个故事原来在伊的心中。此间的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天天祖先的山歌传到夜里，的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同爱共爱给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天天祖先的山歌传到夜里，给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工作什么啊？哎呦，还有都给熬死了本嘿！哎呦，跟住唔得的，哎呦，我得给你来。唔好，我这还没同你讲，你就唔讲啦。我娘会中意你阿爸啦。哟，哎，桂芳啊，你看到戴平冇？佮又出去个啦，佮今吼又同我讲个心内无啊？戴平哥，戴平哥，你过来拄拄好，阿姨有点请你。妈，请阿妈吃。无啦，贵也无贵咯，阿妹食哇。平哥，你那边有请贵妃姐？哎哎，阿德平，嗯，坐了嘟嘟，这过来同我谈钱那个。哦。哎，才嘛该先啦，先不先也算木啦。先洗洗洗好啊，再去洗毛。我说翻来洗，那不嫌啦哈。哎呦，好啦，去呀，去啦，去洗洗。
阿姨，你从来不做囡仔的啦。无啦，只有囡仔行行啊，迄个猫去踢金钟的啦。 下班要含贵咯，我等来先贵哦。你要不你下早再下班咯？那根本这事情怪大啦，你明白啊？ 收息咯哈，哦，俺们就安排休假来相亲咯。哦，俺晓得，刚才就等你，恁都卡面膜去照了是咯，谢谢，恭喜啊，谢谢。拜谢哦，俺先行的哦哈。哦哈，拜托。妈，妈，你同工阿结婚？人家能不能可能啦？可能有俺的姻缘无啦。人家，人家还蛮爷。人家同学啊，休养人啊。 休养你！嗯。姨妈，姨妈，我回来了。你们又喊到人了。
永元哥，你做嘛凊彩请明阿母甲讲起？无啊，阿母凊彩请明啊，叫阿姨帮忙呢。你们阿没给啥意思啊？反正，你以为唔对呢？从当时开始，阿一直怪中意你啊。阿公阿母中意啊。永元啊，多台慢讲话。就不用跑了。二妹，你身份度很没有便宜。你同便宜无关系啦，现在无想安做结婚。黑眼妹一直病啊，无眼妹唔想。唔过我只敢认为，因两人说是暗旧。唔过，我一直同当中我只敢阿哥，我根本无可能同。阿兄，唔应该了解阿个意思。阿喺同花讲开花，阿惊阿连连朋友就冇办法好做。冇关系啦，阿弟。我安用伊啦，阿送伊归去啊。永元啊，俺兄弟，俺兄弟都自杂抽嘛。也好，就无人徛啥个，算了啦。哎呀，我喺上海办就好了。佮唔过，你正经判的，要同人去好输你，还有家从的事情也不用提了。俺事情无重要了。哎，那事情刚有病，那时间的事情够重要啊！哎，哎呦，这你是哪里了？他就讲啊呢，讲伊都无人讲，无上听听，你就安尼哦，无听错哦，你阿爸一听屯啊，听说看好伊的好些么？哎，从高中一开始哦，那一直过中期啊，佮退伍以后。我听你讲，今晚结婚啊？唔知嘛？我心肝度哦，要结婚去咯。哼，唉，要蛮度好呢。其实啊，佮心肝度早就骗人啦。就骗人嘞？干嘿呀？冇办法的事情啊！哎，那问题病人的事情，他冇先去讲好啊。是是。哎呦！拜谢拜谢，爱讲那天天呐，噶唔好呢，还讲起来，也西莫起嘛啥，啊你动摇国心啊你啊，该拄好啦，伊哦，系个同事啦，伊让人恐伤，你咪买，好啦，失察啦。有事情要同你讲，头半夜熊永年甲爸要让阿母卡讲钱。阿娘，阿娘真好啊，你应该答应伊啊。我没带面巾。
莫讲个少了，再见。你明白？你阿弟摆眼，我阿弟放了裤在等。我都永远没同爱开在。我有咩无想多讲啊？我讲会出灾啊！做嘛？现在的很矮，没用的。你相信你跟钟情吗？当我读懂跟伊开始，我就相信这世界上有一见钟情。
苹果也叫点的。已经听讲的啦，啊，所以我们规件都会使，也要明日见的。嘛好，就随古安部莫归来。你是叫嘛？俺没东西啦，我要耍木。你昨晚哪看到俺哟？俺应该去的，莫想弄吵。充满对俺做爱菜买菜，对贵妇人家做安好。太家在人面前都唔敢讲，唔讲也干。贵妇人家已经这样，今我才做落的。你打算安尼过到嘛时候？以前这苹果咩啊呢？之前阿英生这苹果咩啊呢啊？这苹果，我是哪样？我是哪样？哎，你想哪样啊？想哪样啊？阿偏偏买不水，想到你英国发名字。哎呦，贵妇啊！爸，早就带老婆上去吵吧，来着。看看哟，没啦，没用的啦。哎哎，贵妇啊，也同不做唔开啦。我去带苹果伊妈事情了，那看我娘哎！桂芳啊，我要从条街用公房了哈。那休了咱莫要走嘛该。哎，条街用，条街用啊！你们先意思。真的不是。嗯啦，你一句话都没讲啦。哎呦，早都黑唔到对苹果，你出来唔讲啦，看一下。哎呦。好了，吃饭吃饭啦。你，哎呦，父叔，这么欠戏哦。一大早就看着这一巴萨，怎么样？里面是有青蛇还是白蛇啊？这么好看啊！里面写着几行字：“雷雨不停歇，是因为思念的沉重，还是不能遗忘的痛楚？”说不定啊，是哪一个学生跑到美浓学做纸伞，玩腻了就把它丢在爱心伞桶里。俊倩啊。我拜托你不要整天神经兮兮，到处去找爱心伞，不知道的人哦，还以为你偷伞去卖。你要是觉得我很丢脸的话，也可以不要理我啊。我没有那个意思啊。哎，你该不会一大早就为了这把伞跟我吵架？我只是希望你尊重人家一点，怎么说，这都是人家的心血啊。好，我知道这些工艺品啊。你到了你这个艺术评论家的手里啊，通通啊都变成无价的艺术品。不，这纸伞跟礼品店卖的不一样，它好像是为一个特别人所做的。你看到没有？里面还有两个人哎。那又怎样？也许他们是被人家拆散的，所以这是他们彼此传递讯息的方法。你搞了没？我一整个晚上都听你在讲这一把伞，你好歹关心我一下好不好？说吧。爸，明天晚上请国外的厂商吃饭，叫我带你去。我出不出席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啊，那是爸在国外的代理商。宋伟，我真的已经厌烦了这些大会饭局。对你们这些男人来说，我不过是放在会场边上的花瓶。拜托啦，就让爸的朋友也知道他未来的媳妇多有气质啊！
师，老师，你怎么突然打电话找我出来？听说你最近有点情绪上的问题。我妈要打电话烦你了。我是看着你跟桂芬长大的，我想除了你的家人之外，我应该是最了解你的人了。这样做值得吗？为了桂芬，放弃自己的前途，放弃自己的生命，值得吗？我只想知道桂芬为什么会离开。老师，他们有没有告诉你，桂芬为什么会突然失踪？到了我这个年纪，我已经学会不去追问太多的事情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从毕业分发到美浓之后就一直留在这里吗？因为他给了我家的感觉。要是你现在失去了他们，我相信往后你一定会后悔的。老师，我现在心里很乱。要不要试试看放下？回头看看，你还有家人，他们现在都在为你担心。你是个孝顺又聪明的孩子，你应该懂我的意思。抱歉，我没有想到我的爸爸。天下父母心，你心痛，他们也会跟着痛。最好的方法，就是把你的情绪收在心里面。其实，生离死别都是一种美呀，只是看你要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待它。爸，几耐啊？爸，你请阿姨妈事啊？是，搿是，伢妈妈很爱同谈谈嘛。阿种个见面哦，都是野味忙个爽快啊。但是阿姨都答应个母母讲，伊搞太好神是做纸扎的，所以阿姨。爸。他很腻的，你愿意他来呀？那你要到店了？对，一点太太点，哎。给秋白秋白一切，有一只客家好少年。伊用这一生一的时间，一千个传说中的故事。哎，老师来了！老师，听过最深的彩虹的故事，到底在哪里？突然之间。
钟元哥，我情况同佢一样啊。系啊，哎呀，佢根本嘅唔系轮到你多，我讲做主讲，又冇出现咯。我腰会痛啦，我很得便宜啊。哦，哎呦，讲到你得便宜哦，佢几分离开你啊建议去？佢咁真系有两条甜嘅咯，佢制作都会明白啊。好啦，佢冇安装嘅哦，你先去啊。好好好。好好好，这样就都不卡等师傅了，再看哪看一多钱哈。好好，好这样啦哈，好再见。无闲了。系啊，哎，我不能再上个大天妈不问呗，来别走别走。好。哎呀，今日来了哟，昨天同你讲啊，你去买天书请去公园哦，你请好嘞，就等于吼现在后日啊，太卡做得开工。你要真诚安永做，你做就应该安永做啦。你应该哦，卡做同阿公，公你哦，我转型做民宿。阿强要咪同天数吗？错冇？阿咪讲民宿啦，阿讲闺房。闺房哦，冇办法好了解就算嘞。不过，大概看到底片。那个心肝地肚，就吃到怪对不起伊啊！去前几年啊，才拢都有电视，你看见面时无嘛个好嘞？你还记得嘞哦？佮姐姐半夜就走出去，也唔得走到哪去，咸的哦，烧到快死啦！啊，我也唔中用个天数。佮鬼魂七个愿意嫁个，马上讲起哦，就无用啊！二妹呀，你自家硬讲哦，我看开严点喂。像你做点民宿，唔做为着生意呢，还想做慢呐？其他咩条件嘅苦心啊？啊，那要像阿福开阿喜啊，当年就不爱生。啊，佮天乐公司唔免做了改好诶，佮就搬去做啊。佮员工几个就不马上。我当然无希望阿姨哦，靠做自在存钱啊。不过做自在对我店来讲，像吃饭啉水用的，本来就应该开杯啊，错冇？事态冇重要的啦，厉害生意呢，同我们这只事态做事情的方式咯，完全就冇重要的啦。不过唔放心，今日的个性啊，唔会变。像鬼魂同家爸，个性嘛强硬，你都了在家，马家就做得牺牲。二妹呀，佮容颜哦，过身按多年，了在家吼，可以一扫按用苍蝇来。你是 healthy 哥，加分几毛？冇。你走因哪？我因哪潜洞？我个洞，哎，你用错地方诶嘞！哎，是啦，啊，我偷偷去树局个去拿树。我手上迟到啦，快，叶本本啊！总理婆，两个乜油啊？反正拿鬼看就错个啦。一个去天坟岗，一个去。爱情的结合，已经超出社会认为必须的思想同意识，也超出大家亲情的成见。爱情的同乡结婚界。
阿富桥。哦，阿信，阿信啊！有嘛干事啊？开始，有嘛事？你是总理好没？啊，系啊。我负责的国民政府接收是了去了，也还是爱吃。无资料，马改名。总品妹。马改。总品妹。总，胸腔哦。胸腔有用。金龙厝的人人亲亲，讲是个样相，不时出现在眼面前。困凉了，永言，妹，胸腔有用。林永言，你家那本书本案，都带嘛个意思？你真是唔知啊！唔知啊！兰迪，你这个不爱谈啊？啊，莫看那片土生子坟哈？看来啊，不过我感觉平迁夫妻不爱感同。啊，你让我看这片呐？但我明明没有说前面加班就会。怎么样？你让我看你讲啊？我那年还听人说苦的嘛，那当年我进来那年，日本很幸福啊。伤心啊！都在同归于尽啊！有嘛事情，黑做唔得，本来就滴的。刚归于尽啊，咱听不要。有事情。有。听下主要条件，你们怎付钱啊？你阿伯弄好听啊，按游泳去归来做宅呀？讲真的啊，那上海做做自宅，肯定还真的没做嘛。